你知道吗？我哥跟我说呀，香港好几十年都没下过雪了。你说那延安现在会不会也在下雪啊？当然会了，而且那边可比我们这边冷多了，你要多带一些衣服过去。这个你放心好了，我呀待不长，我会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任务，到时候就回来找你。何英，我要跟你说件事情。你执行完任务之后就不用回来了。那怎么行？你先别急嘛，等你执行完了任务就在那儿等我，我完成了我的任务之后会过去找你。我不跟你在一起，完成不好任务。在那边会有别的同志帮助你的。那你的任务是什么？我的任务现在还不能告诉你。那我不问了。晚上呢？晚上你会送我吧？会的，一定回去送你。嗯，那你去忙吧，我先回去了。何英，风吹了雨狂了云风声，走散的纷飞的几十环，愿无尽天蓝为你把法完。这梦还没做完，又把自己推翻，决裂又生还。没事，一会儿见。一会儿见。照看